小的校园内底有袂当欠的，就是游乐休闲器材。报道国小有部分的游乐设施老旧啊，也需要来换。一位当期资助校友知影了后，捐款给学校。经过一个一个安尼兴建，全部完成啊，小朋友啊看到新的游乐设施，拢真欢喜哦。报道国小校园内边游乐区最近新增加了这游乐设施，原本老旧这设备是真危险。校方苦恼讲无经费通来改善，最后伫一位老校友协助之下，将这几个游乐区的设备全部拢换新呢。校方是真感谢校友，也够家长会帮助。啊，北斗国小的儿童乐园使用的年限已经很久远了哈，那部分的游具已经不符合现今的安全规范。那为了让我们的儿童乐园能够安全无虞，而且符合现今的法令规定，那很感谢彰化县政府核拨经费500万元，让我们重新做整建。那经费不足的部分，也要谢谢我们的校友陈林翠梨女士，也捐赠了50万元啊，加上我们家长会协助整地，经费10万元。那经费在三方的合作之下，啊，让北斗国小得以打造一座全新的啊新的儿童乐园，兼具的美感、实用以及安全，让我们的小朋友在下课的时候能够在这边尽情的玩耍。顶看下课了，这几年级小朋友都走到这游乐区来去佚佗，对这新的器材都是耍了真欢喜。家庭会长也感谢校友甲管会到三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彰化县政府核拨了50万的经费，还有我们陈林翠林校友哈，翠梨校友哈，他也赞助了50万。那我们家长会，出了一点点小力量哈，也赞助了10万块哈，让我们别躲过小这座既美观又安全的一个儿童乐园能够顺利的一个完成哈。那再来，除了造福我们北斗国小的学子之外，相信在我们周遭附近的居民百姓可能都会受用无穷哈。北斗国小新建的这游乐器材，受到校友、家长会以及管护三方支援之下来完成。新的器材会当训练到学生的体力，而且嘛顾虑到小朋友安全。这涂骹落铺这软垫，避免小朋友来受伤。校方感谢各界协助，完成这座新的游乐器材。中央新闻，萧炳凯报道。